在高铁上，准备要前往台中虹系诺亚，展开一场奢华的废物行程。那因为是废物行程，所以我根本懒得开车，等一下会再转饭店的接驳车，让别人来服侍我。欢迎来到你家，超美的 view， 哎，真的好漂亮哦！我们今天的房间是面对后山，所以就不会有吵杂的声音，好空旷哦，心旷神怡的，好赞！好像看不太出来，好差劲的比例尺，的那个。人说 mini bar 都是免费的，所以免费的有一罐可乐、一罐雪碧、两瓶台啤。软吗？你这动作不太好看。这趟旅程原本是奢华耍废之旅，但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是，我们昨天很奢华的点了 room service 3000块的和牛涮涮锅，但我们吃了觉得意犹未尽，加上可以说非常普通吧，就很普通。我们要试图寻找有没有优秀的食物可以吃。10点钟，然后我们再次
就是把早餐取消掉，因为太想睡觉了。只是想要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上完那个肌肤调理凝露醒来之后的样子，亮吗？因为饭店那边光非常好啦，所以加分。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喝500cc 以上的温偏热开水，一定要温偏热，就是活化你的叫醒你的身躯，让你的细胞细胞的水分开始运作。